哎呦，这啥？荣誉证书，这不是满墙的荣誉吗？你看这，这不都是满墙荣誉吗？对，摆在他这儿，咱有见证。啊，你往这看，建国时候的营业执照。哦，这解放初期县饭店这个旧址，这土上土长，一直在这生根发芽的饭店。那可不吗？咱受不了啥，下班时候谁家塌带鱼了、炖酸菜了、炒豆角了，哎，这太烦人了，那赶紧的吧。哎，服务员，侦探。来看看菜单啊！你是本地的这个地主，所以说咱俩就分工地主安排啊。来了，是吧？这行这行啊，基本上我只要有肉就行。啊，行，那菜单不用看了，我给你。菜单不用看了，我给你。嗯，请问都是啥？锅包肉必点，一个辣椒炒肉，啥味道？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我特别想这个认识一下，看老板是个啥人，把家常菜做成一点不家常。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！对对对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白总来了。听我们点啥菜啊，白总？我们点的是那个辣椒炒肉，对对对 对, 对，还有刀鱼、锅包肉啊，锅包肉，嗯嗯，这些东西。好，再回答。青椒炒肉四五根，是吧？哎，这锅包肉，对，锅包肉，已经老了，奶奶，老了。在我们家，这个是家常菜，桌桌必点。它叫家常不寻常，味道响当当，传统不守旧，老帅。哎，别让我们。别当领导了，你就写相声、写段子了。这一个编的太有才了，全是顺口溜。是，你看我告诉我们家服务员，包括个人都是做，所有的客人到我们家来了，就像你家来乞了一样。你家来自己家里人，你肯定得高兴吧？对、而且这个乞了呢，还是给你送钱来了，你就得更高兴吧？咱就得给人过用心，所以让所有的家人们来了，感觉包括就是你家。嗯，对，这就是人情味儿。所以说，既然都到家，我也别客气了。都平时在家咋吃，我今天就在这儿咋吃了。来，放开吧。辽阳人对饮食的挑剔，源于这片土地2000多年来的食文化的积淀。一众百年老字号的沉浮兴衰，锤炼出立足在百姓口碑中的真本事。西海兴的菜品朴实厚道，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，也在守护一份传承和慰藉。情谊让朴素的食材在平凡人的口中回荡着家的味道，饱了肠胃，暖了心怀。辽阳的古城新言即将亮相江南一红接下来的寻味之旅。